你传话来郑州。听说昨天有人跑到郑州挑战了，最有意思是没有跟我们相关的任何人联系。然后重新完成比赛。오늘은중국무술계유명인사인휘쇼우동과이룽의치열한싸움에관한영상을준비해보았습니다많은분들이이미잘알고있는두인물에대해간단히소개하자면사기무술격파가로알려진휘쇼우동은중국에서명성을떨치고있던많은사기중국전통무술가들을격파하며중국무술계에큰파장을일으킨인물입니다소림무술월드챔피언으로알려진이룽은소림사에서적극적으로홍보하며여러대회에참가하여명성을얻은선수인데사실산다를배운선수로중국전통무술가라고보기는힘들며소림승려의컨셉만빌려서돈을벌고있는선수라고볼수있습니다이룽은중국의격투단체인무림풍에서많은경기를펼쳤으며월드챔피언이라는타이틀을보유하고있었는데요당시한창가짜무술가들을격파하며사기무술가들의정체를파헤치던쉬쇼우동의레이더망에들어오게되었습니다就是说那个武林风也好，包括昆仑决也好啊，我看你过去也说过，包括你那个什么，你不是辣评里头也讲了，就是它里面有很多假拳，然后有很多黑幕，真的像你说的那样？真的。那么武林风它是写的，武林风是搏击类赛事节目。那么从正规的法律和专业解读来说，搏击类的节目是可以操控的，节目是可以演绎的，节目是可以造假。武林风借着传统功夫的皮，实际上也是三大运动员的东西。一龙可就是，是当时赛事的组织者范国球说的。对，肯定是一龙赢了。但是这场比赛，我告诉你，就是如果他们俩打的话，你认为其实这个国球要 KO 这个一龙，并不是难度特别大的一件事。有可能的，国球现在这么火的人，为什么在全世界没有比赛了？他只在中国打。看你中国人。人傻钱多，我来这儿淘金，我干嘛不？如果上去了零 KO 了，我问你，武林风还敢请他来看做比赛？武林风에서많은이룽의경기들이조작되었으며특히무에타이전설후야카오와의경기는조작이확실하다며인터뷰한쉬셔우동인데요이인터뷰가중국에널리퍼지자이룽은조작경기를하는선수로이미지가굳혀지며평판이크게떨어지게되었습니다이에화가난이룽은개인방송을켜고쉬셔우동을도발했습니다他妈这个家伙姓徐的叫什么东狗屎的，他诽谤我说我跟波秋有内部协议。你传话来郑州，在外边吹牛皮扯牛蛋，吹得一塌糊涂，说跟我有多少年恩怨。이룽은쉬셔우동에게공개적으로자신의무도관이있는정저우로찾아오라고쉬셔우동을도발했고이룽과대결을원하고있었던쉬셔우동은곧바로정저우로향했습니다大家好，我是徐耀东，我现在在，今天是2020年的5月13号，我现在在郑州的什么他妈鸡巴玉米广场。这次比赛人数多少？那个叫什么徐的什么？你传话来。我等压2小时，你把这视频发出去，我等压2小时，全世界人民都看着呢。他不说让我来吗？我来了。哎呀，明白。您听我话，明白了，绝对不能给你找麻烦。要找麻烦，这他妈的我只是告知你。您说的完全正确。如果是在这儿就发生冲突了，明白？您说的对。쉬셔우동은이룽과의대결을위해정저우로직접찾아갔으나쉬셔우동앞에나타난이들은경찰이었고이룽과는대결할수없었는데요이에네티즌들은왜도망갔냐며이룽을비난했고이룽은해명영상을올렸습니다大家好我是一龙听说昨天有人跑到郑州挑战了最有意思是没有跟我们相关的任何人联系自己在郑州地标聚众的场所叫骂还报警自导自演炒作了一把他团队啊还买了热搜对于这种自作聪明低劣行为比较抵制이룽은해명영상에서자신이쉬셔우동에게찾아오라고말한부분은언급하지도않았고자신이정저우를대표하며무의미한도발에는대응하지않겠다는이상한소리만해댔는데요이에쉬셔우동은이룽과대결하기위해여러방면으로노력했으나이룽이모든쉬셔우동의대응을무시해버리자방법이없었습니다그러던중이룽이일본격투가와의시합에서 KO 패했고그와관련된영상과경기기록을모두삭제했다는제보를받았는데요바로문제의격투단체무림풍에서열린일본의나가시마유이치로선수와의경기였습니다일본의나가시마유이치로선수는일본오타쿠격투가로불리며코스프레를진심으로좋아하는선수로경기전입장행사에서이런부분을많이표현하는특이한선수인데요이와는별개로경기에서는매우공격적인격투가의모습을보여주며2010 K1 월드맥스일본토너먼트챔피언의자리에오른강한선수입니다추성훈선수를도발했던아오키신야를리킥으로잡은이력도있는선수인데요무림풍에서열렸던이룽과나가시마유치로선수의경기보겠습니다
素养的一个考量，没错没错，也是非常不错。这个长岛雄一郎啊，他最出名的并不是他的比赛，而是他的出场行头，他是被称为御宅族，像动行为。没错，我觉得这个他彻底颠覆了人们对格斗家的这个固有印象。穿着女性服饰，以自己最爱的人物动漫造型在擂台上拳脚说话，我觉得他是搏击界的一个异类。没错，这长岛雄一郎并不是只有徒有其表，他是 K1 的日本冠军，曾经在 MMA 和站立的双重规则下，KO 过青木真也，出色的选手青木真也，而且是相当于实力的一个选手，相当于抗击打能力和抗打击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一龙这种重拳动腿能不能突破长岛，突破对方的这个装甲。现在从一龙的方向来看，应该是他。啊，双方都在试探。啊，刚才有一个照面。相对来说，一龙打得更稳健一些，长岛打得更轻灵灵活一些，步伐更灵动。选手的基础。哦，变腿，很突然，两个。这是变腿，然后杀伤力很大。那一龙绝对是中国武术搏击界一个现象级的人物，没错，围绕他从来也不发争议，很典型的散打、泰拳、拳击任何类型的一个选手，对，不属于擂台型的选手，对对对，不按套路出牌。但这其中他又自行融进了一些现代格斗训练手段。可以说这位选手可以是一个传武和现代武术的一个契合点，也有人说这英德独一无二，他特有的一个一龙风格。双方在这个现在对拼的技术上面，老师您觉得有什么特点呢？双方一龙的不打还是重拳重腿的对啊。一龙抓住机会，抓住机会了，要连击了，似乎要击倒长岛，要倒了吗？好，全场沸腾了，连续十几记重拳，这时候一龙用来打准，别急，真的输。我知道这个长岛恢复能力是超强的，对，他曾经在几次被 KO 的时候他都能站起来然后重新完成比赛。他都能站起来然后重新完成比赛。重新完成比赛。刚才这是、就这一下假币的这个东西侧击正好乐下巴和耳朵这个。이대결과평균요즘반위치로의카운터한방에이룽이 KO 되긴했지만그이전까지이룽의경기력은놀라웠는데요하지만중국의유명격투포럼에서는이경기도무림풍에서치러진경기인만큼조작가능성을높게봤습니다서로적당히공격을펼치다판정으로가서이룽선수에게승리를주는정도의시나리오가준비되어있었다는것이었는데요하지만1라운드초반이룽이너무공격적으로위치로를타격했고약속과달랐던위치로는얼떨결에이룽을타격해서 KO 를시켜버렸다는것이었습니다때문에월드챔피언이라는명성에걸맞지않은이룽의비참한 KO 패배에경기기록과영상을모두삭제했다는것인데요퓨셔우동은이러한정보를입수했고자신의대결요청을항상무시하는이룽과의대결은어렵다고판단하여이룽을제압한나가시마위치로선수와의시합을추진하게되었습니다마침내두선수의경기가열리게되었습니다徐冬瓜迎战日本长岛雄一郎的比赛，这场比赛介绍这一场比赛的协议的比赛，那么双方的体重一个87一个80，而比赛的第一回合采取的是站立式的这个踢拳的竞赛规则，而后两个回合它采用的这是 MMA 的竞赛规则。第一回合就看徐冬瓜
能利用自己的拳腿吗？因为徐东华以前是练这种散打，改练成这个 MMA。 以前在北京的大海体校进行这种散打训练，并且获得过北京市的这个散打的冠军。今天他是拳腿全开啊，这场比赛他不是打假，他是和伪娘进行一场真正的实力比拼。尽管第一回合采用的这个战力是三分钟，但是我们看到这个伪娘长岛雄一郎上钩，我们看到徐东方的这种拳腿的这种技术激活，长岛雄一郎在这摆拳并没有发伤力。第一回合结束，徐东方第一回合没有分出胜负，将要换上五指分开的手套进行男徐小东的强项，也是徐东花强项。我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个长岛雄一郎打这种 MMA 啊，以前没有见过，他以前都是打站立，打 K1 的这种踢拳。泰国的这个伦敦杰拳馆也是第一次上演这种 MMA 竞赛规则的比赛。哇，我们看到徐东华也没想利用这种手臂十字步，这种只是一种齐声位的打击，双拳打击。难道我们看到长岛雄一郎能够支撑多久？比赛结束，比赛结束，比赛结束。我们知道这已经进入到了。MMA 不可格斗，不是一般人都能够尝试都能够体验的。徐小东打塞纳 TK all up。 두 선수의 체급 차이가 크긴 했지만 나가시마 유이치로는 전 일본 챔피언 출신이었고 쉬셔우동은 아마추어 격투가 있기 때문에 쉬셔우동이 승리를 예상하기는 쉽지 않았을 것 같은데요. 하지만 2라운드 MMA 룰에서 정타에 이은 파운딩으로 승리한 쉬셔우동입니다. 승리 후 매우 기뻐하는 모습을 볼 수 있었는데요. 그것은 사기무수의 격파로 명성을 얻었지만 격투계에서는 아마추어였던 쉬셔우동이 전 일본 챔피언 출신을 이겼다는 것이 그를 기쁘게 만든 첫 번째 이유이고, 두 번째는 이룽을 KO시킨 유이치로를 제압함으로써 이룽과의 대결에서 간접적으로나마 승리할 수 있었다는 것입니다. 오늘은 이룽과 시샤우동의 치열했던 신경전과 대결 영상을 보셨는데요. 오늘 준비한 영상은 여기까지입니다. 지금까지 수석보좌관이었습니다. 감사합니다.